最后一步，回头已无路，伪装的游戏势必要收场。抗议沉默，放弃思索，让梦无边飘荡。歌中语言漫过全身，歌中本能冲破心门。是何中经过有简单的抉择，多少深藏的战栗和温热，一旦跨越再无阻隔。
长沙的芒果美驼，今天天气冷最大，但是呢，我们能感受到你们的热情，你们让我们这个整个剧场充满了爱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说一点心里话，此时此刻呢，是一个荣耀的，是一个伟大的，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铭记的时刻。我们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，用时间和热情成为了剧院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其中的一部分，同时也包括台下的你们。剧院魅影从诞生至今已经37年了，我们台上的每一个人，包括幕后的每一个人，能有幸地成为这部伟大作品中渺小的，但是又永恒存在的那一部分。我相信台上的每一位演员，包括幕后的每一个工作人员，内心一定是升腾的，是无比的感动和荣耀。接下来呢，我想感谢，感谢的话一定要说，因为此刻的感谢一定是充满浓烈和充满真实的感受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在历史的长河中创作出这部伟大作品的，以及让这部伟大作品在全世界各个剧院里面绽放的那些可爱的人们。我还要感谢突破了重重的困难，将剧院魅影以中文第18个语言的版本呈现在中国的剧院上。那离不开我们台前的每一位演员以及幕后的每一个工作人员，你们是一群坚韧的可爱的人们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此时此刻在场的每一位你们，以及更多的不在场的每一位你们。正是因为你们和我们共同的信念和热情，而把这个梦在2023年的春天不可思议的华丽的开启了，而在冬天让它圆满的美好的落幕了。我相信
一切的再见只是暂别，一切的重逢才会更加的美好。在此，我想借用我们剧院魅影的作曲 Sir Andrew Weber 爵士的他另一部作品的其中一首歌，来表达一下我内心的感受。让那音乐再度响起，让那灯光再度亮起，这感觉没改变，像没说过再见。Yes, everything as I, we never said goodbye. 谢谢剧院魅影，面具之内外皆是美好，谢谢你们。最后呢，请打开你们手中的星光，点亮这个月之夜章，让我们一起留下这个合影，留下这个值得纪念的瞬间。真的吗？蹲着吗？可以那蹲着吧，我们蹲着。你们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就是这个，没事，我可以点点，可以点点，没问题。我是三阿姨，张姐进来一点，飞哥叫个三阿姨。啊，三、二、一，让我们一起喊剧院魅影，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。剧院魅影，祝大家晚安。